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，公司主要从事一氢酸酯、多元醇等全系列聚氨酯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，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。万华年产 MDI 200多万吨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氢酸酯制造商，在全球拥有5大生产基地，在欧洲、中东、美国、印度、日本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公司和办事机构。随着近年万华跨地区业务的高速发展，我们烟台主数据中心与匈牙利数据中心、美国数据中心应用数量不断增多，管理复杂度与成本也在不断上升。同时，由于核心业务对 IT 的依赖不断增强，我们对数据中心以及核心应用的安全性、高可用性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。通过部署 F5， 万华化学获得了高弹性的异地多活数据中心，从而使我们的业务延续性得到了加强，未来部署新业务也更加顺畅。而这也正是万华化学与 F5 合作的初衷。由于万华化学的数据中心同时担负了协同办公、流程运营、ERP 等覆盖全球的核心业务，所以在对系统进行优化前，我们收集到高可用、安全性、业务荣誉性和智能可编程等诸多目标需求。通过分析这些目标，可以看到万华的需求大部分来自对应用层的优化。 F5 不仅在技术上符合我们的需要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引领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，这与万华 IT 希望不断通过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愿景不谋而合。在本次合作中， F5 为万华提供了包括 GTM、LTM 等在内的一整套数据中心应用优化解决方案。通过这套解决方案，我们可以根据应用、地理定位、业务和网络状况选择最佳应用性能的站点，并按需扩展。最重要的是，经过部署 F5，我们的多活数据中心整体计算资源的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，数据中心的切换速度也从小时级跨越到了分钟级，这就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部署容灾预案。在这一系列的应用优化后，我们的内外部用户体验都有了可观的提高，新业务、新应用的导入变得更加顺畅。我们始终认为，以企业业务模式为发展方向的数据中心才能够真正对企业产生价值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与 F5 合作，也希望 F5 能够为万华提供更多更新的应用交付优化解决方案。